一炮追，闪电射击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。此次演练，我们通过无人机实时引导的方式进行实弹射击，针对敌指挥所、通信枢纽等不同目标，灵活选择弹种，实施精确打击，检验火力单元与侦察单元之间的协同配合，锤炼远火分队在严苛陌生环境下的战法打法。